又刷又洗，粽叶才刚洗好，锅里就传出香味。馅料炒香，接着送往绑粽区，志工人手一串绳，绑起串串美味。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兰皮尼哈，啊，生活真正足困苦，有人社区大家尽一份心力啦。说实在，白长拢爱年纪较大，啊，想大家互相去找找这社区菩萨。长辈有经验，但看看这年轻人绑的一手好粽子，因为他有阿嬷的真传。小时候会跟妈妈回去外婆家，端午节的时候会帮忙绑，可以用自己的一些能力跟双手去付出，很开心。不止他，兄弟党也来了。年轻人反应快，不怕热。在北部念书的弟弟特地返家来付出，就跟哥哥一起来补料，然后补饭，就看到没有的话就是帮忙补。年轻人眼明手快，哪里缺料哪里少粽叶，随时补上，期盼能多做一点。无私的爱，点滴汇聚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志忠、吴秀玲、林根本，台南报道。